在这个家里面，谁都要你看看你回家咬的出血了，看不看见？我跟你说，你再敢咬他，你再敢弄他毛，我把你毛全给你剃了，你信不信？我全给你薅掉，你个小崽子，你妈咬完我你就过来咬灰灰，是不是？我身上就没有毛，是不是？我身上有毛你都给我撕没，你是不是都能给我撕没？你怎么回事你？你怎么回事？说话！你在这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从哪来，你就滚哪去，你听没听见？听没听见？别不吱声啊！别在这一动不动的，装死，装死没有用啊！装死没有用，装死我就给你炖了。小崽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他妈敢咬你灰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他妈给你皮给你扒了。